哦，大家好，我是混沌下玩的游戏是宝可梦珠子哦。那我接到主机了，我终于快要凑齐图鉴了。嗯，好，那这个现在是离线的哦，两台主机面连。等一下，控制器有点多，看这颗对吧？诶，没开始吗？哦，是出发，混沌跟混沌连。然后把我的那个存档资料转移到另外一台主机上。哦，那这样就可以连了。那先看一下这一台的，我要开台把它都放好了吗？看它跳图现在。好啊，我这边的话是那个纸板的。哎呦，这些啊。那应该也不用都进化完再交换啊，挑一只传那个交换就可以了。那这个梦妖魔最好是可以换到进化形态的，它要一颗暗之石吧，是不是？哦，希望我没有记错。哦，总之我是把它都凑完了。那你也可以不用每一只都有啊，只要那个进化其中一只就可以了。好啊，那个神兽要注意哦，不要找到那个没有办法换回来的，没有换回来应该很头痛哦。除非之后那个 Pokemon Go 有那个团体战可以打，不然你应该重玩一轮才有一只。那个 bug 不算 ，bug 应该已经修掉了。好，那我换一台主机要。等一下，他音乐没关。换主机中，诶，好的哦。那这是我主板的哦。那一样是要凑齐啊，吃饱太闲。好，那一样注意神兽啊，其他都还好，就神兽要小心，他不见了就你要重玩吗？嗯，好，目前应该就只有重玩才能再拿到一只哦。还是你的坐骑就不要了，不要坐骑很难移动哎。OK， 那交换哦，交换的话是去宝可入口站嘛。现在我两台主机要操作，然后连线交换。那我现在都是离线的嘛，其他有说明哦。离线时可以和附近的朋友交换，线上时可以与远处的朋友交换。交换，哇！我有加集友圈，应该就不用打密语吧？应该是这样设定的。哎，我是不是已经不同步啊？找不到吗？找不到就傻眼了。不要找不到好不好？哎呀，我刚才有试另外一个进度的，可以啊，这个就。我为什么会这样？也太卡了吧！正在搜寻交换对象，如果退出重来，你看它有点声音延迟。哦，取消重弄，还是我要先按一个，然后另外一个再按。正在搜寻，它不能同时。哇！不能同时，好哦，那不能同时按，哦，那就换起来了，就换。那个查看什么的我就不看了，那大家有换的自己再研究。这个换完要很久，哦，我要每次都换完吗？还是我换个一次一次？都换完可能要不要半小时啊？还是我想太强了太久了？宝贝龙 ，get 大姐，他现在会跳图鉴吗？我会，登录完毕。交换 get 大姐。
那这个好像连线的时候是不是？哎，等下我搞错摇杆。哦，第二只。这个好像你如果连线的话，可以抓到另外一个版本的宝可梦哦。如果你那个连线的人刚好也在附近的话，然后是另外一个版本的，我没有想抓那个清明的宝可梦，所以就算了。清明太累了，放弃。借主机借太久，那不喝。甲壳龙给托大的，登录完毕。现在外诶、欸，那个桌面上有三只摇杆 ，Switch 手把两只。还有一只那个算弗洛摇杆吗？哦，假装它是弗洛摇杆。你要怎么连线好久？我纸板的没有换那个手机外观，然后趁它在传送的时候再偷点别的东西。这滑鼠的声音是不是收得到啊？我看重播的时候，自己的滑鼠的声音都被收到。好，那这个传送真的有点久。暴飞龙 get 大姐，那这如果Home开放的话，不用那么麻烦了，就全部丢到Home，然后再一次移过来就好，快多了。等下开放好像是不是要三月啊？好久。看那个之前 Pokemon Go 那个所裁领的那个算什么活动公告，欸，我看那个公告还有没有，好像是要三月对不对？还是我记错了？我翻一下所裁领，哦哟，发现全新宝可梦，帕迪亚地区的宝可梦所裁领。欸，我这个要不要也放一个那个网页连结，欸，他没有写时间吗？哦，他没有写哦，好哦。2023年推出，日后有进一步消息敬请期待。还要放连结吗？哦，我如果还记得就放，没有就算了。他没写日期耶，欸。我怎么记得好像哪里说三月？还是梦中梦到？好吧，那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开那个轰！呜，哦，这个声音，嗯，啊，梦要忘了给偷打贼。这交换真的有点久。他交换的动画要不要30秒？再加跳那个哦，梦妖魔 get 到他嘴跳图鉴的那个时间，不知道要不要一分钟？哦，下面一位，喂，电池快没电，等一下为什么？唉，插上去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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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龙石兽 get 大姐，每次都要念一遍。假装我们有认真的收服一下，
看才换完六只，我换多久了？一分钟一只欸，差不多。我总共要换几只啊？24只，那个空格剩6格，一个盒子是30只，扣到6，24只。能这么近，还要飞那么远？哦，吞食兽 ，get 到大嘴。图鉴越来越满了，这样。哇，这个叫声。西亚给好大者，多龙真的是，哎，都一开始还不知道它是版本限定的，抓半天。哎，这还要按一下哦。等待连线。波龙旗 ，get 到大嘴。总共要你24次。还是大家可以快转到最后面啊，应该没什么特别的嘛，就再翻一下图鉴。哦，我结束了，还有一半。哎，这 home 什么时候开放啊？有点需要欸。巴鲁托 get 到大嘴，我是不是离麦克风太远了？还是也没差？图鉴越来越齐了。音乐跟那个进化的音乐一样，我现在才发现，他没有交换用一个音乐，进化用一个。哦，铁臂枪虾 get 到大嘴，这只不好抓哦，我在海里面游好久才遇到，那好像找不到栖息地。哎，对哦。哦，没事，我又搞错了。看画面，我这只是不是换过了？它这只就那个虾子进化了嘛，所以你那个，也可以生蛋了，好吧，没事。不用抓两只，这要抓两只有点困难欸，它的异色不知道怎么弄啊，还是就孵蛋啊。哦，那个钢炮陛下 g
别偷他嘴，我这名字记不住啊。OK， 下面一位。猴子猴 ，get 到者。那这个企鹅好像到处都是，只是它是版本限定的，纸版的几乎，河边哦，还是海边都有，我还以为会蛮稀有的，跟那个 mini Q， mini Q 好像也不算稀有，哦，冰企鹅 get 到大嘴。结冻头，然后这个啊，忘了放那个哎，放一下道具，还是也没差的，因为我应该没有传错只吧，我看一下，等一下，应该是这只吧，好，啊，传错就算了，那这个的话，你也可以那个交换道具自己进化。就放在那个宝可梦身上交换，把那只宝可梦传过去对方那里。等你如果没有要亲民的话，就也可以用人家交换好的，进化好的，交换好的要怎么交换好？轰不好可不可以用道具耶？我之前传那个苍响跟藏马兰特道具，然后会被拔掉。也有，要不要？好，收来再处理。要不要多传一点道具？那个苍眼刃鬼 get 到大嘴，然后就被论种了。铁侧击 get 到他嘴，这名字也是很难记。铁包袱 get 到大嘴，还剩几只啊？剩6只。
这代神兽好像没有开开书就拿到图鉴了，对不对？还是其实有？哦，我不确定，因为我看到人家好像都是交换的。神兽找不到人换也是很头痛。铁臂膀，给托大姐。如果铁臂膀可以用了，突然想到。那明明就在对面，为什么不能手拿过去？要飞那么远，好像很远一样。哦，铁脖颈 get 到他这。铁毒蛾 get 到大嘴，哦，快传完了，传了快半个小时，22分钟了。哇，这都传400只，传到疯掉，我还去等后开放了，400只哎。抓的时候不觉得有那么久，传的时候觉得好久，交换的时候觉得很久，明明抓的时候一定不止1分钟一只，没有觉得很久。对，我今天没有到20。哦，铁荆棘 get 大姐。轰音乐，换铁舞者。欸，垃圾车的声音不知道我麦克风收得到？有吗？不知道。我没有带那个监听耳机，好像可以把麦克风声音也传出来。欸，可是其实我喇叭也可以，只是会很奇怪。哦，铁舞者，可以偷到这里。哦，最后神兽啊。那我应该还差一只锁材领吧，最后处理，故意留到最后的，其实早就可以进化了，打死不用留到最后，有这个传网再传回来好了，不然忘记的话头很痛。是忘记我要再借一次主机，我把它传回来再看图鉴哦。哦，密勒顿 get 到他这，哦，我先把它传回来。这个神兽应该
最麻烦的，还是之后 Pokemon Go 不知道会不会有，有的话就还好，就活动开的时候会有人抓一堆，那个还是纪念球，应该都是纪念球吧，还是会有别的球。那我把它换回来哦。那这个神兽交换的时候，大家自己小心，很危险。嗯，这个非常伤脑筋的一只。好吧，那应该就跳棋大部分了吧？我看看。这个时候刚好垃圾车也没福建是家。诶，我怎么还差那么多只？哦，还有前面这个啊，这个我要自己进化。哦，啊，这个我收好自己传好了。所以这边还有六只，一二三四五六。啊，这个我收好再处理啊。那最后应该是插一只那个赛富豪。滑过一遍，然后不知道在滑什么。那你如果有缺的话，可能是前面那九只其中一只没有开哦，可以找找看。好像蛮多人都是前面那个空一格没有开出来。好，392是赛富豪。OK， 好吧，那差不多就这样。我应该没数错嘛。好，那差不多就这样啦，大家拜拜。